做工课唔通度孤啦。嗯嗯，做工课度孤都唔对啦。对啊，尤其是咧，你开车的时阵咧，度孤要惊人来过。穿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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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目睭不能开开啊。哎，你家己目睭开开，你开车的人唔知通去惊啊。哎，边有你知哦？一只高低一相照啊。真正都对。打咩啊？系啊系啊。一个讲咧，敢知咧司机啊惨啊！我目睭开开，你开车啊。哎。当然光景啊叫咯，穿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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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啊，迄心情遐尼啊歹，哎，所有的工课内底面哦，都有一种咧，你做的时阵啊，目睭会当开开，嗯，气氛上介好，哦，就是播音员呐，播音员做工课哦，真像阿美啊，目睭开开哦，袂要紧啊，免使啦，哎呦，你外行诶，嗯。我袂使讲你外行啊，别人我当讲你外行，播音你唔通讲外行啊？唔是啊，你客气的时候，你要看你的音量要跳啊对，对我袂使啦。啊，你做久了，咱有一个敏感度啊，嗯，杀到对吼，阿变怎做安尼啊？嗯，咱有一个时段，伊咧播音的时阵啊，嗯，拢爱播音桌啊、电管啊，啊，目睭客客啊，对，啊，手吐下海啊，啊，开下去啊，啊，降哦，加落啊，杀到一个程度。现在呢，又较热了呢。春花秋月何时了？往事低头笑，小楼乍夜又东风。个个不敢回首月明中，雕栏玉砌应犹在，只是朱颜改。问君另有几多愁啊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啊！那目睭拢开开。这个时阵，我咧想着丝袜玉娇突然间跳去树啊顶咧，啊咧哈哈大叫三声，突然间咧，从天灵一个高位啊！丝袜姑娘，你个咪你个咪，我知你伫咧树啊顶，我来跌跤。啊！咧一掌拳拍去，使我玉娇看见飞檐跳走，苏彦文突然间咧顺阳掌开到跳，一代呢，迄落嘿面如的抛车来，甲苏茂玉娇光阴再走，存在花莲，唔是隔壁，迄个依然皆有一个呢市民代表做太太，是嘛？你好命，迄个目睭开开哦，啊天马行空啊，就会幻想的空间啊。做播音员上界关的境界就像咱的时段咧，伊咧播音头到尾目睭拢开开。个人个人的迄个习惯无同啦。啊，咱另外迄个大啊是一手吐的，一手吐的袂要紧啦。啊，目睭开开咧讲话咧，哦，啊，整个气氛足水的。尤其是咱咧做吼夜间节目人啊，咧做节目啊，目睭拢嘛咧开开，随家己迄个吼心情啦吼幻想啦吼。啊，甲听种朋友讲话啦、谈吐啦吼，拢会当安尼吼，斯文优秀、文雅风流啊，会当安尼讲咧，到底知乎也者一言哉，用得恰当是当秀才呀、啊。嗯，安尼啊。嗯。啊，讲话讲甲会看戏啊。啊，结果目睭一个踢开啊，一个看，哈，两点钟过啊，下班啊，再见，拜拜。结果啥物啥物等于困啊呢？听上听伊个节目，听听也好困啦。伊家己倒转会上个呀，五分钟尔嘛是，嘛是足好困啦。啊，你袂歹啊。所以所有个工课内底呢，伫做啊，拄啊咱播音员啊，目睭开开啊，连到气氛好，情调水，会当灵感丰富啊。好，迄灵感吼，拄啊袂输呢，泉水啊一直溢出来安尼生，源源不绝啦。嗯。好哩吼，话讲咧到底安尼吼，好，甲人无相干，结果咧，伊详细个了解在说梦话，从头到尾都在做梦。啊，有人安尼做工课做到安尼说梦话，还、算播音上界管的境界。哈，播音员就是安尼，你也安尼讲，我也安尼讲，而且节目哪有啥稀奇？哈，我都不一定爱听你的，你讲出来，甲人拢无相干啊。所以。要会当完全甲人无相共啊，就是离开现实的生活啊，甲有另外一个境界啊。啊，迄个话出来，毋才会甲人无相共。说梦话都一定甲正常人无相共啊。所以大家学了讲吼，伊的节目好，特殊突出，与众不同。安尼，我就找伊那个动作讲吼，梦里的情人呢，讲那个话真的是哎呦迷死人了、啊，不听还睡不着觉，一听就搞，一听就搞。偶像。
你还看你东方米啊？人是安怎爱听你的节目？以前不懂嘛。你创讲讲一个笑话，不是？你创作做一个吼，袂见笑，不是？不是？迄落个创作拢做一个吼，别人做袂出来代志呀。对啊，本来就是安尼。哎呀，就这样子与众不同啊，人家就喜欢你啊。如果你阿美还是跟其他女孩子都一样啊，人家怎么会喜欢你呢？你没有什么特殊嘛，对不对？阿哥，啊，你跟人无相共，无相共，无相共，敢好人安尼哦？你怎么那会顶个白死？不，无相共，无共款呐。好人恨得牙痒痒的，但是抓不到你的毛病呐。他讲的没有讲的相共。我是讲你跟人无相共的情形啊，吼。阿伯乔是讲我多欢乐一样，但是怎么看你就是不一样啊，可是说你有毛病吗？医生检查一个恐怖的毛病在哪里？但是没有带你去看医生吗？又不放心了，怕带，才爱讲你头个怕带啊，不所以去检查，扫描了医生一个恐怖问题啊，安尼啊。诶，刚刚咱带你去的是咱笑的，算是你笑的安尼啊。你的经营都是安尼啊，差不多这种程度啊。哦，你的可爱都是安尼啊。你穿你一只光，还会做白痴的呀？诶，你讲你唔对呢，有当时哦，人生啊，刚刚难得糊涂啊。有时候吼，憨一点，傻一点吼。傻人有傻福啊。诶，你就是这个样子啊。而且很自然，又不是装出来的。那戆戆做啊！嘿啊！嘿啊！讲你空，讲你笑，讲你戆，讲你急出来，都唔是啊！真正空，真正笑，真正戆啊！但是带你去检查，伊讲无你无病啊！伊讲你正常。你笑啊！啊，你太跟人家不一样了。啊，像我这句话讲安就特殊啊，人一般拢这句话俩与众不同啊，我都讲安遐长啊，这样子我就跟人家不相同，我也特殊了，不是？姐姐，我是跟在你身边了，多少沾了你一些光彩，学了一些东西。我找你来看神经科，小我对你有点提升了，但是吼，那是沉沦来提升，太讲了。